其实你刚才讲的那些因素，在我看来，实际上是从某种角度来是个积极因素。就比如说，你说像白纸运动，也包括就是这个李克强去世之后的鲜花运动，也包括像上海万圣节里头那些年轻人的那种表达、啊。其实，在我看来，它都说明在一个威权高压的体制之下啊，独裁高压的体制之下，其实普通民众内心实际上对这个国家，它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和看法的，当然是积极。而且他们是对这种所谓的独裁统治，嗯、它是不满的。 他是不认可的，只不过没有显现出来，没有通过舆论、通过言论显现出来。其实只要适当的时机，这些民众还是会表达出来。是,是，而这个，而这些这些东西呢，从某种角度来讲，我觉得它其实是社会变革的积极因素。当然，是积极因素，是民,是民众是觉醒了的啊，嗯、至少很大一部分民众是觉醒了的。这些东西当然是积极因素，没有这些呢、啊，习近平就按他的做法做下去了。我刚才讲的逻辑就是这样。嗯，对,嗯对，所以有这些。 呃，这反抗的因素，嗯、有这些抵制的因素，呃，才会有这个，呃，对这个习近平一厢情愿要走的那个路是最大的挑战。嗯，嗯所以呢，因为这样的因素，时候会不断的涌现。嗯，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判断，就是说，如果我们只判断习近平想怎么做，这个我觉得相对容易做。那、嗯嗯、当然，对，但是这些因素是会不断的存在的。嗯，对，其实我也老讲，就是说，你不知道今年除夕之夜会不会发生一个除夕革命啊？嗯,嗯对，这个实际上这些因素。 也不仅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存在。实际上，让我看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社会积极因素，那更那个时候更多，也不光是体现为呃竞选人民代表啊，那民间的抗议很多呀。嗯、<哼>对，包括这个比如说呃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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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那个邓玉娇事件，嗯、<哼>那个社会舆论啊，那这种这那个时候这种风潮啊，差不多每年都有那么几起这样的风潮。对，所以这种。 这这个这个政权再有力量，啊，他也不可能就是完全把这个民意压制下去。嗯，对，因为这个这个制度最大的区别就是说，民众不能合法的、自由的来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我的意愿是存在的啊。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共产党这个政权呢，它有时候能够塑造你的意愿，哎、啊，迷惑你的意愿。但人不都是傻子呀？对，哪怕你洗脑，那我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在这里，对你都骑到我头上拉屎了，我还能一定会说你好？这是不可能的。这在毛时代有，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做得到，嗯、就是说他信息完全封闭嘛。 嗯，对他，他跟国际社会完全没有信息交流，对，对所以说他把那些当时的中国人塑造成了一个明明自己受苦受害，<对>但是还要对党感恩戴德的那些民众嘛。对,对，所以说<他>现在最大的挑战之一，我刚才讲就是这信息革命这个东西。对，当、嗯、他去控制的时候，他不可能控制到像毛那个时候不可能那那完全没可能，完全没有可能了。我想，嗯，对，没有可能。所以我就说，就是这些民间的力量，他一方面可能对习近平的新，就是你你说的这新独裁。 就是主义哈、啊，它可能会有新极权，新极权主义有威胁。它实际上会不会转化成一个，就是将来这个中共，假如说有继任者存在的时候，也向威权社会转化过程中间的积极力量呢？我是这个意思。肯定是的，嗯、肯定是的。对，嗯、其实我讲就是说，习近平之后会不会是中共执政呢？就是首先就是考虑这些因素。嗯啊，因为也许呢，就是说习近平。 在任时间越长，积怨越多，对于民众的这些不满反抗，就是说，肯定是不满和反抗持续存在。但是呢，我们讨论的前提就是说，他们没有成功，要不然习近平早就结束了，是吧？当你算上那一天习近平结束的时候，要么是这个反抗成功了，那这个反抗一旦成功，我不认为共产党还能持再维持下去。那如果不是这些反抗在某一天成功了，而习近平比如说死掉了。 那么习近平死掉了以后呢，就像毛死的前后会有四五运动来爆发。那么当习近平死的时候，我相信呢，这些社会的反抗的因素也会出现。那么这些社会反抗的因素是会要求说，我们现在这要一个共产党开明派的领导人呢，还是说我现在就希望改变共产党这条统治的方式？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反抗被压制的越久，习近平在任的时间越长。 那么，当习近平结束的时候，要求完全改变共产党体制的这个声音就会越强。我觉得这也是我说，呃，共产习近平之后，我不敢断言还会中共继续统治。嗯，可能还是这些人。对，讲的不是说这些人，而是这个游戏规则改变了，不再是共产党这个游戏规则。啊，你在东欧也是呀，团结工会把革命搞成了，民主革命搞成了，上来掌权的人是前。 波兰统一共产党的人，总理都是他们呀。这个和这个不在不在是共产党了，这是过去的共产党人。那、啊、我也是过去的共产党人啊。<laughs> 对，这个所以这个是完全两个概念了。对,对我知道，呃、嗯，其实但其实那些国家解体之后，因为他政治精英嘛，几乎都集中在过去的体制内。啊，他们有呃治理的经验，对，对这都是嗯是这个在转型过程中间是很普遍的，对，吧？对，对嗯，当然如果要是像你说的那种后种后一种情况，那就其实就是近乎一种呃脆性瓦解了。 对吧？就类似于像东欧的那样那种方式，嗯、对，是这个过程呢，嗯，因为这个太遥远啊，嗯、我们现在看不清楚。嗯、这个过程呢，我总是相信，像这样的政治的变化过程，总是各种不同力量博弈的一个结果。嗯啊，那么就是说，呃，如果有更多的人去往那个方向思考，嗯、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尽量的这个使这个过程平稳，那这过程就可以很平稳。 就是说，共产党的推断不等于整个社会的推断，嗯、那么整个社会可以出现一个平稳的这个天鹅绒革命的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一个过程，这也是完全可能的。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就是说，就是现在他对这个社会的控制程度啊，我个人觉得不亚于当时毛时代。 毛毛时代实际上是用一种政治强权，对对吧？比如说你出门要用介绍信，然后你没有介绍信，你连这这火车票你都买不了，飞机票你都买不了。对，但现在他用这种数据的方式控制的方式，嗯，使得他对这个社会控制的强度啊，嗯，呃，实际上是变得非常高的。是，那就导致了，导致了，就是在我的理解，就是现在这有组织的社会活动，嗯，尤其是就是针对共产党的，对，非非常之难，对，是。 非常非常之难，所以就即便是习，嗯，呃，垮台了，就是我的去世了、啊嗯，对，你要想就此引发一场社会风潮，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嗯、因为当你要知道，毛当时去世的时候有四五运动啊，嗯，其实还是有党内不同的声音是传递到了社会上，是因为当时是说纪念周恩来嘛，嗯、然后周恩来当时跟四人帮之间也以周恩来这一派。 就包括邓小平啊，周恩来这一派，那文革被整的高干子弟们。对，就他们其实是党内的分歧传递到社会上去了，对，所呈现出来的社会运动，对，并不是简单的民间的自发的运动，对，对吧？对，然后最后收场也是以镇压的方式嘛，就是把邓小平给搞掉的方式搞掉的嘛，对，所以我我倒其实。 不是那么乐观。那你那你怎么解释白纸抗议这种东西？白纸抗议，我我,我的解释就是说，嗯、其实这个社会经过三年的疫情啊、管控啊，包括这种封城啊，体制内有大量的人也是充满着怨言。是。是而这个怨言，他们在自己的体制内，他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对。因为共产党的体系嘛，不允许嘛。对。对所以他当他们看到了有人通过白纸运动上街呃的时候。 他们认为这些人其实也在替自己讲话，是他们也认为风控制度不可维系，对。但是那个体制决策过程中，他没有办法，对，他没有办法，他因为共产党内部是没有这么一套机制的，让下面的这一部分人的，呃，呼声或者说他们的看法呢，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变成一个党内高层决策，对，没有这个体系，对。对所以最后呢，我个人认为啊，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一些基层官员是放任，白纸运动，是，就是要让这些人把。 他们那个意见啊，他们这个呼声表达出来，那表达出来之后，你们上面看见了吗？你要是再不搞的话，你看底下就乱了。这个、嗯、下面一步的假设就是说，嗯、到习近平死的时候，他的民，他的，他要做那些事情，并不并不比今天更得民心，所以他一旦死了以后，嗯、照样会有这种类似这样的一个。但是这个逻辑有点跳跃，嗯、我个人认为，嗯、就是说。 就是三年疫情期间的那个风控啊，确实造着民怨沸腾的地步，嗯、包括他体制内的这些人啊，都高度不认可。是，所以我们看着那个素材里头，就讲那个、新疆的基层官员跟那个呃民众就在讲，他说：“你们现在回去，如果明天这个制度还不取消的话，我这个官不干了，知道吧？”那我看到那些素材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对于基层官员来说，他们也认为难以忍受了。是，是但是。 如果我们回到一个共产党统治的正常状态啊，其实那些基层官员是利益分享的，他并没有觉得是无法忍受。嗯，所以你要指望习下台的时候，就这些人，就这些人，这个东西以难以忍受的方式去支持民间运动，就是、我觉得这种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哈，你，嗯、呃，你比如说李克强，李克强这个去世这个事情，显然就比这个。嗯 比你刚才讲那个因素就要小多了吧？对，要小多了。对，但是呢，嗯、呃，其实不用那么大规模了。你看，就是，嗯、呃。 那可能有几千个人去搞什么鲜花什么之类的，嗯，那不止几千个，几万啊，就是那、啊、那就是几十万啊，那就可能引发相当的风潮啊。这个东西，呃，社会运动这个东西传染性很强，嗯，对，呃，特别是今天这信息，你、就是、说，嗯，信息控制那么严，嗯、但是这些东西当局不喜欢，照样在中国也传开了嗯嗯，啊、呃，你可以，我这很容易想象，就是说今天晚上宣布习近平死了。 很容易想象，就有人上街放几个鞭炮，对这个马上我想就会呃引发一连串的东西，一连串的东西最后这个诉求，像这种东西是没有明确诉求的，啊实际上就是说那习近平死了我就高兴高兴，对我很甚至说我没有是庆祝习近平死了，对那我觉得我我家里有件喜事儿，我放几个鞭炮怎么办？要看、就是，那警察可能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